大家好，我是谭景瑜，欢迎收看空中大讲堂。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主题是台湾经济发展及产业再升级。首先呢，我们将为大家介绍台湾经济发展的历程，接着呢，我们会探讨台湾产业发展的历程，最后呢，我们会了解台湾经济还有产业发展的现况以及未来一个展望。那我们也希望大家透过课程深入了解台湾经济发展及产业再升级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首先呢，我们来谈谈台湾经济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哦。1949年呢，政府呢事实上拨迁来台之后呢，随即就展开了各项的经济的建设，在政府政策的引领之下呢，台湾经济呢快速成长，也缔造了出各国呢非常称羡的台湾奇迹，而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台湾的政府呢，在经济建设成果非常丰硕，每人的这个实质的国民生产毛额也从1952年的这个196美元，大幅提高到2001年的12,941块美元，而2014年则达到这个23,390块美元哦，也成为世界各国呢，大家互相学习的一个对象。那台湾的经济发展哦，事实上可以粗分为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这个经济重建时期，也就是1949年到1952年。那这个还有这个进口替代时期，就是1953年到1960年。那出口扩张时期呢，是从1961年到1972年。而经济结构转变时期呢，则由1973年到1983年。再接着呢，是加速推动经济自由化时期，也就是1984年到1990年，而推动这个公共建设时期，而且发挥民间的活力时期呢，则是从1990年之后。那接着我们再看一下台湾产业的一个发展历程。过去呢，政府呢，它会强调农业、工业、服务业三级的产业要均衡发展。三级的产业中呢，事实上以这个工业部门的发展呢，它的关联性比较广，它也有效的可以促进一下这个资本的形成，所以呢，它也是容易受到这个政府的高度的一个重视。所以台湾的工业还有这个产业发展呢，它的历程它有几个阶段，发展轻工业时期，从1953年到1972年。那接着是发展重化工业时期，也就是说1973年到1983年，发展这个策略性工业时期是从1984年到1990年，发展高科技产业时期就从1991年之后。接着呢，我们再来看看台湾经济还有产业的发展状况，还有一些未来的一些展望。从2001年到2014年呢，台湾的平均 GDP 哦，事实上只有3.9%。那事实上呢，在亚洲开发中国家里面呢，我们的经济成长的确是敬佩莫做的。而在这段时间呢，台湾年平均失业率呢，也到达这个4.5%。也这个高居亚洲的第四高哦，所以呢，台湾必须要急起直追来重振经济，才能够再创发展的一个巅峰，昂首在这个亚洲诸国。所以呢，台湾呢，目前呢，政府呢，它也提出5大新兴的产业计划，也希望可以全力发展这个智能的机械、绿能的这个医疗生技、国防的产业、物联网，还有数位产业、智慧制造的亚洲矽谷计划。那今天呢，我们的空中大讲堂就介绍到这里。那也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台湾经济发展还有产业呢，已经有一些约略的认识，还有一些了解。谢谢大家收看。而接下来呢，我们会进入这个经贸的研究室单元，来提供大家对于台湾经济发展更深更广的一个资讯。各位同学，今天呢，我们课程的主题是台湾经济发展及产业再升级。1949年后呢，政府呢，它开展了各项的经济政策，
在政府政策的引领之下呢，台湾的经济呢，事实上快速成长，也缔造出各国非常称羡的经济奇迹。我们也被誉为呢是亚洲四小龙之一。而台湾的经济的发展经历过经济的重建、进口替代、出口扩张、经济结构的转变，加速推动这个经济自由化及推动公共建设，而且也发挥民间的这个企业活力等等的时期。那经济建设的成果事实上也非常丰硕，而台湾的产业呢发展呢，我们则先后的经历了这个轻工业、重化工业、策略性的工业，还有这个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时期。那如今呢，政府正在推动像绿能、国防、智慧机械、生技医疗、亚洲矽谷等五大创新的产业计划，也希望能够让台湾的经济发展再开创新局，再造高峰。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课程主要有三个目标，分别是：第一个，了解台湾经济发展的一个历程；第二个部分，我们会了解一下台湾经济政策及其影响；第三个部分，我们会了解一下政府呢五大创新产业的一个内容。首先呢，我们再谈谈台湾经济发展的一个历程哦。1949年，这个政府拨迁来台之后，他就推展了各项的经济建设，所以在政府政策的引领之下，台湾经济呢事实上是一个快速成长的一个趋势，也缔造出呢令人称羡的一个经济奇迹哦。然后我们也称为亚洲四小龙。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经济发展呢，我们可以分成几个时期哦。台湾的第一个阶段是经济重建时期，也就是从1949年到1952年。在1949年之前，事实上台湾的原有的建设，它都遭受到战争的破坏，还有大陆局势的一个混乱的波及哦，所以没办法开展一些战后的重建工作。所以到了1949年，政府它为了稳定物价，还有促进这个农工的成长，它就实施这个币制改革、外汇的管制、土地的改革，而且它也积极进行这些交通建设的设施的一些修建的工作。所以它在这段期间实施的成果呢，1952年呢的这个农工的生产，还有这个交通的这个运输的营建，它已经恢复至这个光复前的最高的水准，而这个物价呢也趋于稳定。接着我们再看一下进口替代时期，这是从1953年到1960年。那在1953年开始哦，我们台湾就开始实施这个第一期的4年经济建设计划。那这时候就是目标是要发展工业，创造就业机会。所以在这段时间呢，政府它是采取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策略，它也使得第二阶段的农工生产大幅的提高。这时候的这个平均每年呢的增产的幅度哦，分别是5%到还有这个11.7%，所以实质的经济成长率呢，平均每年哦高达这7.6%。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出口扩张时期哦，这个时期呢是在1961年到1972年的这个时间。那由于呢台湾那时候的内需市场很小，那我们的轻工业产品事实上在国内的市场很快都它就趋于饱和了，所以呢政府呢就是在1960年代的初期，它就开始采取一个叫新台币贬值、外销退税、外销的低利贷款，而且它设立了一些加工出口区这些方式来鼓励民间投资，发展对外的贸易，来拓展国外的一个市场。在这个时候呢，台湾的这个每年的这个平均出口成长是27.4%，那工业的生产呢，它是成长了17.6%，经济的成长是10.2%，而这个物价呢只有上涨3.3%，所以它是达成了一个稳定与成长的一个双重的一个目标。第四个部分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济结构转变的时期。这个时期呢，是在1973年到1983年之间。这时期呢，事实上发生了这个1970年代初期哦，事实上是发生了2次的石油危机，而国内的这个物价上涨，再加上这个国际的这个贸易的保护主义盛行，所以呢，台湾那时候的出口减缓，而经济的成长呢较上期缓慢，所以这个时候呢，政府它是以一个稳定中求生成长的这个原则呢，先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时候实施稳定当前经济措施方案。之后呢，它是在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
他为了要平抑这物价上涨，他采取了一个紧缩性的一个金融政策，来促进这个经济的复苏。那此外呢，政府也采取了扩大的这个公共建设的方式，来刺激国内的景气。我们到了1980年代的初期呢，十大的建设计划呢，它就陆续完成。那之后呢，政府呢又推动了12项的重要的一个建设，也使得呢台湾的经济可以在世界经济景气低迷的情况之下呢，每年的平均经济成长率还是高达8.1%。接着呢，我们在加速推动经济自由化时期这个方面呢，是从这个1984年到1990年。那在从这个1980年以来呢，台湾大量的这个超额储蓄，还有工资的上涨，事实上它导致的这个工业升级缓慢，而且呢，流动性的资金它过剩，它又威胁到了金融的一个安定，它也不利于这个国家的总体的经济发展。此外呢，台湾也不断地在累积巨额的这个贸易顺差，所以它也使得这个贸易的摩擦加剧，出现了这个通膨的一个压力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呢，这段期间为了要导正这个总体经济一个失衡的状况，政府呢，它在1984年，它就宣布了经济自由化、国际化与制度化的一个政策方向。在1985年的5月呢，也就成立了经济革新委员会，它也检讨，而且策划经济的革新原则以及方向。之后呢，台湾呢就放松了外汇管制，也使得台币大幅升值。它也放宽了这个银行的放贷条件，它也采取了活络股市，还有鼓励这个投资的一个措施，也使得1980年代的后期呢，我们台湾的股市还有房市双双大涨，这个国库的收入也大幅的增加，那公务员年年大幅调薪，也带动了民间的这个薪资的成长，更刺激了民间的消费市场。而这5个阶段的实施的这个结果呢，台湾的这年平均的经济成长率，它高达8.7%，而消费者的物价年增率平均呢只有1.5%，呈现非常平稳的一个状态。在这个接下来我们在谈的是推动公共建设，而且发挥这个民间企业活力的这个时期哦。这个是在1990年之后，我们在1990年之后呢，政府就推动这个国家建设6年计划，就从1990年到1996年，它就加强公共建设以厚植这个产业发展的为基础，也希望呢民间企业参与这个国家建设计划。所以在1991年6月呢，它就制定了公营事业移转这个民营条例。而在1993年的6月，政府呢就推动了振兴经济方案，也是促进民间投资行动计划。在1994年呢，就通过了这个奖励民间参与交通建设条例。在这同时呢，它也开放民间的投资新银行，然后来整合民间的一些资金，投注企业来发展国家建设之所需。所以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在这些措施上面呢，政府的经济政策已经走向以发挥民间活力为主的一个策略，而政府的功能就着重在塑造良好的一个发展环境。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台湾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历程哦。过去呢，我们政府一直强调这个农业、工业、服务业3级产业应该要均衡发展。那3级产业中呢，就以这个工业部门的发展的关联性比较广，能够有效地促进这个资本的形成，所以呢，它就比较容易受到政府的高度的重视。所以我们在这地方来看一下台湾的工业还有产业发展的历程。它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战后的重建的时期，这个时期是从1945年到1952年哦。我们说1949年的时候，中央政府呢这个迁台之后呢，1950年韩战就爆发了，所以美国呢恢复呢对台湾的一个经济援助，使得我们台湾在重建工作呢非常的快速哦。那这个时间呢，政府呢也增加这个工业的生产，他决定呢优先来发展这个工业动力来源的这个电力，以及呢农业生产必需的这个肥料工业，还有呢他也选定了这个民生必需，但是当时可能还必须要靠进口的纺织品来作为一个优先发展的产业，也奠定了我们台湾农工生产的一个基础。
在第二个阶段呢，是发展轻工业的时期。那这段时期呢，是1953年到1972年。那这个时候呢，1950年代，我们是以这个进口替代为主的轻工业哦，比如说那时候是纺织业啊，或者是这个食品合板，或者是水泥，或者是平板玻璃，还有味精啊，还有这个化学品，还有电器业等等。那这时候呢，在政府的这个扶植还有保护之下，它也快速成长。那到了1960年代的时候，政府就采取鼓励外销的措施，那许多一些早期发展的一些劳力的密集轻工业，它就纷纷打开国外市场。那轻工业呢，它就快速的成长了。第三个部分呢，这个时期是发展重化工业的时期。这个时期在1973年到1983年，在1970年代的时候呢，进行这个第二次进口替代政策之中哦，那台湾的这个工业发展的重点，它是包括呢，像钢铁的这些基本的一些金属工业，还有石化工业、造船、汽车，还有机车等等这些交通运输工具业，还有机械啊、电机、电子零组件等等这些工业，都在这个1970年代中快速的一个发展。在1970年代呢，政府它所推动的这十大建设中的这个一贯作业钢铁厂，还有造船厂，还有这个石化的这个石油化学工业等等这些，它事实上也都快速达成第二次的这个进口替代。那第四个阶段，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是发展策略性工业时期。这个时期呢，是在1984年到1990年代啊，1990年。这个1980年代呢中期之后，事实上政府为了这个持续这个产业发展，它也选择市场潜力比较大、关联效果比较大，还有这个附加价值高、技术密度高，然后还有能源系数比较低、还有污染程度比较低的工业。那这些它这些统整之后，作为策略性发展的一个对象，它这时候不仅是资金的补助，而且是在技术管理、市场方面，它也予以辅导，所以呢，它发挥了一个促进产业升级、改善产业结构的一个功能。所以从1986年的下半年开始呢，因为我们台湾这个贸易顺差持续的一个扩大，然后呢外贸的这个存底也增加，所以这个时候台湾对新台币对这个美元的汇率哦，我们在这个时期大幅的升值，那台湾的产品外销的竞争力就减弱了，再加上环保的运动盛行，劳工意识抬头，那企业生产的成本也增加，使得一些传统的产业，它就面临到一些生存困难，然后就渐渐的移到一些国外的工资比较低廉的一些国家生产，比如说像这个纺织业、成衣服饰业、皮革业，还有木竹制品业、杂项的工业等等，它就移植到比如说像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还有这个中国大陆等地去设厂，也因此呢，就是工业的生产的成长，在这个阶段就没有像以前那么这个成长这么快速。接下来我们再谈一下发展这个高科技产业的时期，这是在1991年以后。因为在1990年代之后呢，政府它为了加速这个产业升级，来积极发展这个资讯产业，还有高科技产业，同时呢，也为了加速传统的这个劳力密集产业的这个升级工作，那来维持一下国际竞争力。那在这时期呢，这个通讯、资讯、消费性电子、半导体、精密器械与自动化，还有这个像航太、高级材料，还有特用的这个化学及制药，还有医疗保健及环保等10项的这些高科技的产业，都是在当时的产业发展重点，也是台湾迈向21世纪工业发展的一个主力产业。那所以到这个1990年代后期呢，到这个21世纪初呢，台湾呢又面临到亚洲金融风暴、网络泡沫危机，还有这个次贷危机，还有欧债危机，那受到这些全球经贸发展失衡，也冲击到台湾经济及产业发展。同时呢，台湾在振兴经济之际呢，它也面临到
中国大陆的崛起，还有东协兴起的一些追赶，也有一些这个特殊的两岸关系所造成一些对外经贸路线的问题。但是呢，无论是怎么样，台湾呢都必须要去扩大外贸，来加入区域经济整合机制，发展呢新兴产业，才是这个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正道。那我们从这个过去的经验来看呢，台湾的这个经济发展哦，从这个1953年到2000年的期间呢，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平均是8.2%，而失业率是2.5%。当时呢，台湾经济的表现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也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也被誉为是台湾奇迹。可是呢，在2001年到2014年，台湾的平均的 GDP 的这个成长率只有这个3.9%。那它在亚洲开发中国家呢，经济成长是敬陪末座。而在此时间呢，这个台湾的年平均的这个失业率也达到的4.5%，它也居亚洲的第四高。而在这14年期间呢，我国呢的经济成长趋缓，国家的竞争力式微啊，总体经济的状况出了很大的警讯。所以呢，在最近提出的这五大新兴产业计划，也希望全力呢发展智慧机械产业、绿能产业，还有这个医疗生技产业、国防产业等等。第一个，我们来介绍一下智慧机械产业哦。智慧机械产业计划方案，它事实上是希望呢，台湾可以成为全球制造机械还有高阶的设备关键零组件的一个研发制造中心。未来当然也希望可以加速整合，还有导入这个创新的研发能量，而且呢，中央与地方政府加强合作，来促成产学研的跨界合作，提供创新的技术、国际的行销，还有资金与人才等等方面的协作方式，来共同辅导中小企业的转型发展。同时呢，也以过去的精密机械推动的一个成果，还有我们以前资通讯科技的能量来做一个基础，导入相关的智慧技术，来建构台湾这个智慧机械产业的一个新生态体系。同时呢，智慧机械计划它会运用这个连接在地的推动策略哦，利用台中地区的这个机械的产业群聚的一个优势，以台中市来做一个核心，来串联这个彰化、云林、嘉义等等这些地区呢，来建构一个关键智慧机械产业的平台，而且提供产业发展腹地，还有这个示范的这个场域，然后将台中等地区的一个精密机械的一个产业来导入智慧化的一个技术。包括呢，像云端的这个运算、大数据、IoT 的这个互联网技术等等，来朝向这个智慧化应用，然后把一些精密的这个机械呢，朝向这个智慧机械迈进，那整场整线形成一个智慧化的生产制造，然后进而打造出中台湾成为一个全球智慧这个机械的之都。第二个，我们来谈一下这个亚洲矽谷的方案哦。政府推动这个亚洲矽谷方案，它是希望以链接亚洲、连接矽谷、创新台湾为目标，也希望能够呢促进台湾从 IT，也就是资讯科技产业到 IoT，也就是物联网产业的全面转型升级的一个发展。也就是说，要建构一个呢以研发为本的一个创新创业的生态系，然后推动物联网产业的创新研发，来强化创新创业生态系，从过去的这个生产与这个贸易的连结，来扩增技术、人才、资金、市场的一个紧密结合。那亚洲矽谷这个方案的推动策略呢，它第一个是在展现这个矽谷的精神，来强化链接亚洲，健全这个创新创业的生态系。那它也希望能够提供这个创新的一个场域，来完备这个创新的一个法规，完善这个资金的协助，活络这个人才的来源。第二部分呢，是要连接矽谷等国际的这个研发能量，来建立创新研发基地，也要连接矽谷等创新的聚落，引进这个创新的能量。第三个策略是软硬互补，提升软实力的建构这个物联网完整的一个供应链。第四呢，是网实群聚呢，提供呢创新创业，还有这个智慧化多元的示范场域。
第三个，在绿能的产业方面呢，主要的这个具体做法呢，它的包括连接 ICT，也就是资通讯产业，还有材料、机械产业和法人学校的这个研究资源，来引进国外的厂商技术移转或是资源的一个共享，形成一个多元创新，然后有实战能力的一个绿色能源产业的一个生态系。同时呢，在台南的沙崙成立这个创新的绿能的这个科技的园区。第四个部分是这个生技的这个医疗产业，它会透过这个生态的一个建制，长期的目标呢是希望2025年来扶植新药还有新植的一个医材在国外上市，也扶植呢健康服务旗舰的品牌至少有10个，来增加高薪的这个就业几率，促进台湾的生技发展，也因此修法放宽这个高风险的医疗器材的适用范围，来鼓励厂商投入高风险的一个医疗器材研发，以及预防呢这个医学还有再生医学这些领域的一些新技术的新产品开发，然后希望可以抢得先机，然后进而来掌握这个战略的优势，来提升生技产业产值还有竞争力，推动产业的一个发展。第五个部分的话，则是国防产业。那也为了实践这个自主国防的一个目标，然后使得国防的战机、军舰、武器，还有治安系统，以及及早达成更高的比例的自主研发。所以未来的国防采购呢，它会采取一个工业的合作模式，来透过呢国防采购引进的一个技术，再培养这个技术。然后操作人员，然后以利这个国防的一个采购研发的成果来释放到民间的一个企业。国防的产业呢，它也需要长期的一个发展才能见成效。所以呢，在发展初期呢，它会选择具有这个高度的商业价值的来做这个重点发展的项目。而政府部门呢，它也会成立跨部会的一些平台来共商这个具体的发展做法，来带动军民合作的这个良性的循环，以及健全这个武器的采购程序，来建立国内的这个产官学协力互助的一个环境。来强化国防产业的聚落效应，后值呢？现在的这个，比如说台中的这个航太、高雄的造舰，还有台北的一个资安三大的产业聚落，来加强中科院为主的一个技术支援，希望未来呢能够实践国际国造、国建国造的一个目标，来带动我国呢国防产业的全面的一个发展。各位同学，对于今天的课程呢，我们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延伸与讨论。那第一题呢，台湾呢，我们曾经是缔造出各国称羡的经济奇迹哦，也是那个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所以，请同学呢可以探讨一下台湾经济发展呢所经历的都有不同的时期。那目前呢，我们台湾的经济发展它碰到哪些问题，怎么样突破，大家可以进一步思考。那第二题呢，是1953年到1960年的时候，我们是称为台湾是进口替代时期，所以呢，也请同学来讨论一下，那台湾呢，它采取一个进口替代、出口扩张的一个经济发展策略，还有背景做法，还有一些成效。那第三题呢，是过去呢，我们政府呢强调一个农业、工业、服务业三级产业都均衡发展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请同学讨论一下台湾的产业发展呢，它经历的不同时期。那同学呢，可以分析一下不同的产业发展的阶段，对于这个台湾的一个经济呢，有一些什么样一个发展？那以上这些问题呢，我们都希望同学可以透过呢自己的思考来寻找一些答案。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经贸情势分析呢就上到这边，而这个希望呢这18个讲次的这些内容呢，可以让同学呢可以了解全球的一些经贸的情势一些发展。那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